好，全部写。一，写。问号。好，一写问号。二，写。句点。好，一二三，开始，站起来写。等一下，写好上厕所。写。小马，你写小马很棒。你写什么？说。写。烧。火烧。小。小。你写什么？牛，好，小牛。你要写什么？小狗。小狗可以说小狗，有正说。小狗在哪里？小狗在哪里？好，下面写什么？小狗在水里。好，可以，好，快写。在哪里？不知道马克笔在哪里，你去前面拿了马克笔。王老师桌子上面拿马克笔去。来说。太阳在哪里？太阳在下山。嗯，太阳下山可以上。你这里写小虫在哪里，不是在里，在哪里。小狗在这里，来看。小狗在这里。小狗的狗在这里。小狗，嗯，好，写小狗去。来，王老师写哪里给你看。哪里？问号，啊，写小小，你不可以小，你不可以写小狗，你要换牛，不可以写小牛，换你写小鸟，小鸟在这里，来看小鸟在这里，小鸟在这里，小鸟在这里，你要写什么？小龙。大大什么？大龙。大龙，你不可以写大龙，换看这里。看这里，你可以写大鸟、大牛、大羊、跟大马、跟大虫，不可以写大龙。写快，哪一个？大牛。好，写大牛。牛。大牛。说，大牛在。在。哪？哪？横折钩，横折钩，横横撇在中间，对，拿一个耳朵，一个耳朵，一个竖，对，拿来理，写理，竖横折，横横竖横横，后面写什么？写什么？问号。问号。好，下面写句点，大牛在哪里？在哪里？来，数个一，一二三，开始。小马在哪里？小马在水里。嗯，很棒。好，来说。啊，对，来说石在雅珍。石在哪里？石在右边，上面。王老师帮你写右边。右，右边，上面。右边上面，嗯，看右边上面在哪里？石在哪里？好，写石在右边上面，这个擦掉。右边上面，来，说吧，一，一二三，开始。一个人在哪里？嗯哼，下面。一个人在水里。很棒，上。来，
十一，一二三，开始。什么在哪里？这个是这里，要写哪里？来，这个是哪里？两个换，哪里在上面，这里在下面。来，一二三，说。小马在哪里？对，好，下面写小马在山上。等一下，来，一二三，开始。小狗在哪里？你没有理。那你这个哪没有耳朵？一个耳朵。来看黄老师写给你看哦，一个哪是这样，要一个耳朵，耳朵哪里的哪？嗯哼。来，一二三，开始。小虫。小虫在哪里？小虫在水里，很棒。说谢谢，再见。谢谢，再见，爱你。